是的，我也觉得，其实酒吧里没有那么在意好不好听，就差不多，就是你不要很难听啊，就是很听得舒服就行了，都是这样。当然也有唱得很好听的，对，主要是氛围，是的，只要台风，对，就是要台风。好了，未来的出路找到了，以后去酒吧唱歌，拜拜，我要努力练歌。找个练，把琴练一练。晚安。